作为大型逆时注塑机行业的专家，TAYU一直坚持着技术创新。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马上就要出击的超大型逆时注塑机 TYM 系列。这次我们的客户呢是给某大型跨国新能源汽车厂商做一些汽车零配件的一些加工工作，考虑汽车门类板的体积，像我们这款千吨的 TYM 系列就是有超大的容模尺寸。 它的开模行程最大可以做到1米7，像放这么一台车的话，它的顶部还附予一个备胎，而它的操作台面仅仅只有1米4。像市面上很多开模行程只有1米，它的锁模率大概在200吨左右的机器，操作台面高度可能都高达2米。为了方便客户更便捷的作业，我们在整个机器的后方还专门设计了装模平台。因此 ，TYM 系列作为超大型逆时注塑机的代表，它对厂房的空间要求更低，在操作的便捷性上和模具的适应度上都是上上之选。同时，这台机器搭载了2项TAYU的专有技术：一，TAYU作为逆时两板机的开创者，在实现超大吨位的同时，整个机器的运转非常的柔顺；二，这台机器搭载了TAYU的独有的零重力技术，节能降耗，提高工作效率。TAYU速机，您更好的选择。